第一银行的卡片我觉得有一些还不错啦，比如说星灿卡，星灿卡如果你把它拿来缴那个电话费，好，好像是电话费的部分也是有2%的回馈，然后你拿来做行动支付好像也是有的。好，星灿卡是少数一些还不错的。那另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有绿活卡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，那个绿活卡的部分它好像有所谓的交通票证有 5% 的回馈，包括就是你搭高铁满额就有直接拿到回馈。好，这个卡片其实是蛮好的。我们自己优班啊，不，对不起，我们自己那个 PTT 卡板帮里面自己私底下在讨论，有人在问说，哎，那个搭高铁到底用什么卡有优惠啊？那其实就有人分享说，哎，其实那个第一银行的绿活卡真的很不错，好，所以如果你们自己有搭高铁交通需求的部分，这张卡片你们也可以去研究一下啊，这个第一银行还不错。